孙子墨，起床了，我可叫你了啊。这么早应该不会出去。你爸，看他们门关着，应该还没睡醒吧？我爸，昔日东升映朝霞，何气斗魁好年华。我爸，年纪轻轻的就瘫床，不行，我得叫他起来。鬼，你去哪儿啊？鬼！爸妈，爸妈，咱们索性今天就谈谈结婚，反正他们也快毕业了，你说呢？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亲家，不是经常可以见面了？对呀对呀，索性今天就这么定了。咱们看看黄道吉日哪天好，给他们定下大喜的日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不用不用，现在啊手机上就可以查黄历。是吗？让我看看。你看，哎，文君姐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婚房也是现成的，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都可以用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挺好的啊。哎，要是咱们把这钱省下来啊，给这个小两口买个代步车，我觉得不错，是不是？是啊是啊。哎哎，你看你看这个日子，这个日子挺干嘛啊？大人说话呢，不许打岔。这个一婚一嫁，这个日子就特别好。我们俩热火朝天说半天了，是不是听听孩子们的意思啊？哦，儿子，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啊。对对，我们都已经成年了，我们自己可以做好对未来的规划。所以你什么意思啊？不装修，不买车，不定日子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。我也觉得他们现在太小啊，这事啊得从长计议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该上学的上学，该上班的上班。我们会结婚吗？为什么不会？
我就是问一下，那你刚刚说不要胡思乱想。下雨了吗？啊？哦，我刚去洗澡了，为了避免晚高峰，最近不都在实验室里复习吗？所以我就先去洗了。你找我事儿？对啊，你不是之前答应我帮我整理资料还给我讲题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嘿，你这个人之前不本来答应我好好的吗？你是不是给忘了？这里是图书馆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陆师姐，你们俩怎么在一起？没有开小灶，手遇。嗯，好吧，我信你。反正我觉得陆师姐也不是那样的人。嗯。哎，郭毅，你看我把题都标注起来了，这些我都没弄明白，你给我讲讲呗。我给你写一下吧。你别写了，你直接讲吧，这样更方便，也更清楚些。实验表明，微光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，碰撞能量的动量守恒。这样，看到它是这样一个形，正面看是一个圆形。啊，郭爷，你太牛了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要去接斯通下班了，还有这么多题呢。哎，他有什么好接的呀？他没讲吗？啊，好吧好吧，他要讲他要讲。笔记我会马上再整理给你的，有问题给我打电话。重色轻友啊，一点同窗情谊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喂，你在干嘛呀？准备接你。我今天下午都在摄影棚，挺忙的。小东子，李老师叫你来了。我先去忙了啊。行吧，那你结束了告诉我，我去接你。好，挂了。你看吧，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接。来吧，我们继续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。怎么还不来啊？小司徒啊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不会，雪姨姐，还是谢谢您对我工作的包容。哎呦，说到包容这方面，我可比不上植存。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哎，没事，坐。你要真想谢谢我，就把这杯干了吧。看见了，桌上放的是什么？志尊，司徒好像喝醉了，你带他回家吧。司徒家在哪儿？我送他回去吧。这个你得问志尊。我要回家了。哎，去。
你是谁？她男朋友。啊，反差萌。不过你还得跟他们证明一下。司徒梦。嗯，我没罪。圆圆爸爸是谁？你。圆圆妈妈是谁？我。你们。圆圆是谁？这么年纪叫孩子了？看不出来呀。对呀。我要吐。我吐不出来，你帮帮我。帮不了你。那你让圆圆等我一下，我努力努力可以吐出来。圆圆不在。不在。去哪儿了？圆圆去哪儿了？你叫她一下。喝那么醉。我就想吐，你就打我一下吧。我们回家吧。